社会真上线以来，有很多人在弱化，还有很多人在惩戒。臭同学包，你个老六！嘿嘿，今天就来尝试一下惩戒和弱化，社会真都有什么样的体验？实不相瞒，这波下来我自己都懵了。回来挑衅一下孙策，嘿嘿，真不慌手不躲，我太有大招的。嘿，还有一技能也空了，这刘禅也来了，直接回头。一技能没打中没有关系。回头挑衅哟！这里偶遇一个超级兵呀，上去砰砰两拳给我转头，还跟上普攻外优，哇，伤害这么高的吗？大招免伤，接一技能，接二技能，潇洒离去。这个赵怀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嘛。这里啊，直接开启大招，挡下了成吨的伤害，再把伤害还回去，这伤害就问谁能忽视了？哼，最后不还得靠守约？哎，这波这个蓝是不是就得靠我了？不慌的，直接开启大招。为了防止蓝被反掉，我直接拿下这个蓝 buff。谢谢你呀，不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。二技能，一技能，潇洒离去。好，队友团战失利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至少我还在嘛。刘禅正在往这边赶，等一下大招 CD 上去把敌人吸过来，直接开启大招。然后我疯的刘禅闪现跟上，击飞，带走对面两个人。可恶，抢我人头！哼哼。这里在中路蹲草，刚好二技能接一技能，直接开启大招，他可想跑根本跑不掉。还有你蔡文姬，别想走，算了，放你一马。这个礼尚往来，刚才我放了你一马，你们放我一马很公平。哼，手下赵怀真行呀，直接开启大招，对面的攻击根本打不进来，直接清掉兵线。你以为好？刚才的惩戒赵怀真大家都看过了吧，再带大家看一看肉化呀。呸，你就翘吧你。这里清掉两个兵线，好，升到二级了，回来揍他。就是你小子呀，拿个大锤装什么？二技能是重中之重，只要他放二技能，那就二技能跟上。别看他锤子打，根本打不过我。你还想跑？直接拉回来，继续追追，我直接越他拿下。注意看，我不是输给了他，我是输给了防御塔保护机制。嗨，厉害呀！弱化赵怀真的生存能力那可是杠杠的。看这波对面梦琪加明世隐过来抓我，满血赵鱼直接走掉了，行，我记住你。就这二技能穿墙，一技能控一下直接走，对吧，还有死赵云等着吧你。之后的我年纪轻轻便展现出了强大的线上压制力，他根本不敢出来跟我打，除非我打他的鸟。看他二技能，二技能跟上，再 A 两下开启大招，现在想跑太晚了，拦下。在中路帮法师分担一下兵线压力呀、啊！我这该死的魅力啊，这么多人，队友在往这赶，不着急放大，放个一技能，再放大招，大招两段放的有那么点着急呀、啊，不然发挥还能更好一点。这局游戏我出的是肉，杀人可能有那么点困难，不过相对的生存能力也提升了好多。就比如这里，忍者闪现过来打我，二技能拉开，一技能控一下，直接走，根本的这个，风雨吗？哎。不是，我也还是喜欢单打独斗呀。比如这里单打独斗的对线就很舒服。哎呀，你个老六怎么还叫人呢？哎呀，我真的觉得叫人他也不失为一种战术呀。然后跟队友一起压上高地，节奏直接起飞。这个原本我以为尽管离我很远很远，谁知道还是养我爸我妈，家里一养养三个，唯一的幸存者变成了他。所以大家真的出门千万千万要做好防护，情况允许的情况下，能不出门尽量还是不要出门。不再阳了也没有关系，多喝热水，我们的细胞在积极的杀头，这一阵又是一条好汉，对吧。